那个是给我吃啊。哎，它怎么裂掉了？有没有恐龙从里面跑出来？你等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哎，哦，走走走。我们待会就在楼下。哦，好，待会见，拜拜。啊，小恐龙蛋蛋了。蛋蛋。蛋蛋，蛋蛋呢？因为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蛋蛋生被人生出来了。对呀、啊。因为要到网上。哎、啊，这个很好吃耶。嗯，我喜欢吃蛋。那你喜欢吃蛋吗？我也喜欢。哎呦，来自己拿这个擦一下，卫生纸擦鼻涕了。哇，你会自己擦，要擦干净哦，折一下，对，越来越厉害了。哦，溜滑梯啊，折一下，折起来，折那个没有的鼻涕的地方，好，对折，哦，包起来像包水饺，哦哟。好，再拿一张吧。两个。先放旁边。变成水饺。哇，这是你做的水饺啊。对。你看我会剥，你看呢。哇哦。哇。啊呀呀。它的嘴巴。它的嘴巴。哦，有很秀啊，吃蛋蛋，哇，妈妈这里也有一个蛋蛋。馒头，我要吃。好。